起尘埃，纷扰的心在越过村庄，落在河岸，越过村庄，落在河岸。没有过去啊，时间消失啊，静静地躺在藤椅上，谁在呼唤啊，谁的影子啊，还坐在秋千上摆荡。你走进我生命，让我再感到彷徨。你走进我生命，让我再感到迷惘。你走进我生命，收看音响世界，我是黄慧玲。来自花莲的阿美族歌手一粒高露，他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拿下金曲奖多项大奖。他最近几年在宜兰南澳种田，跟家人过着农耕生活，因此启发的第二张专辑最近正在密集制作中。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粒高露。你好，小美。你好，大家好。我最近因为要做这访谈，所以呢，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先是播你的第一张专辑那首歌，然后再听到这首歌，就是每天都感觉是一个新的很开心的开始。我跟别人形容说，我觉得这个声音很像是可以抚摸到你的灵魂的声音。谢谢。然后我自己也会觉得，如果这首歌我可以感动自己的话，应该也是可以感动到别人。嗯，对。所以我们就很想问啦，嗯，第一张专辑是四年前，第二张专辑是最近。你说你在种田，我们其实前一阵子派了记者去检查一下，你是不是真的在种田？刚刚呢，我是这一阵子才复出种田，因为我后来就生小孩嘛。对，然后生小孩以后就开始在家里带小孩。嗯，先出第一张专辑，对对对，然后再怀孕生小孩。对，然后就是因为小孩子没有办法，跟那个天气变化太大了，有的时候可能天气很热或是太冷，嗯，我带着小孩也没有办法农耕，所以我都几乎都在家里，嗯，那就是跟小孩子相处这样，嗯，就好像也没有做什么事情，煮饭煮菜就一般家庭主妇做的事情啊。但是我们那天去采访你的时候，其实你们是要开始翻土了，对不对？对对对，嗯，那天是我们是要准备要育苗，对，就是今年的那个稻作要开始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育苗，然后育苗就是要翻土，先把那个育苗的区块先整理一下，嗯，就翻土，然后翻完土以后就开始要撒种子，嗯，这样子。那天的工作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做太久，因为有点飘雨，所以我们只能做到翻土的动作。嗯，所以你们真的在过农耕生活，对，一年只收获一次。对，因为在那边的话，就是大家都是只做一期啊，一期稻作。对对，这不是很可惜吗？大家都两期，为什么你们一期？因为在宜兰大部分都一期，如果你第二期的话，就是那个给鸟吃了，赏鸟，啊，就是爱鸟协会。因为朋友也有试做过了，然后很多的状况，所以最后是没有收成真的太少了，所以大家还是决定在那个地方做一期。嗯，我听说你们是用自然农法。对，嗯，为什么这么坚持？对，我觉得是个性上的那个，就是人啊，你是什么样的个性，你会比较接近某种东西，或喜欢某个。我有喜欢某种方式，嗯，那我想自然农法也是可能跟性格有关吧。嗯，主要是我先生啊，我先生比较喜欢农耕，然后那个选择的方式也是就是他自己他决定的。对，然后我就跟着他，他觉得要做自然农法，我就 OK 啊，很爱土地的方式在农耕，对对对，就不撒农药这样。对对，就是以大自然的力量，然后培育那个，新的生命，类似就是这种方式。所以第一章跟第二章有不一样吗？就是在你农耕的过程中，对你的专辑有没有什么影响？我觉得第一章哦，因为生活不一样。那第一章是我刚要就是刚离开台北，嗯，就是刚离开台北，然后那里面的东西都其实还是跟台北相关，就是跟我在都市里面的生活，然后我过去的生活的一些想法。然后我说那个叫少女时代的生活，对啊，那没有结婚之前的生活，对，然后跟朋友啊，可能有一些跟朋友相处的一些想法。那后来在这四年，就是我都几乎都在那个南澳过生活，然后
再然后我也生小孩，结婚生小孩这样、嗯、那其实那个生活变化很大，然后对啊，从一个都市搬到乡村，对对对，以前是小姐，对，真的是妇女农妇，对，那整个在看事情的就是方法然后就会不一样啊，对不对、嗯、对，应该是包容力更多了吧，或者看到比如说你看你对待小孩子的方式也会影响到你看事情的方法，像我有时候对小孩、嗯、我在跟小孩子讲话或者是我在做一件事情，我的想法会就是以后的小孩子会怎么看我、嗯、对，然后你的人生不是只有考虑自己，对对 对, 对，我会想说我觉得你看光这样的事情就会改变你，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专辑啊，这张专辑就是有包含冠宇制作人的那个词，嗯，那所以会更丰富，就是因为他看视野会不一样啊。如果是单单是我一个人的话，就是我一个人的感受，可是还包含在冠宇的对很多事情的想法，对，那这件专辑就丰富多了。嗯，然后冠宇常说我这一次的这个创作比较成熟，嗯，怎么说呢？我其实也不知道啊，就但是他自己听来说就是比较更成熟一点，那我就想说、嗯、哦，是真的是这样子。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好了，嗯，叫做美好时刻，对对，词也是你写的嘛？对，这个美好时刻的词是我写的，然后我的这个美好时刻，我就想，这是我对自我的想法啦，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时刻，可能只是短暂的一分钟，嗯，或是30秒，嗯，你会感觉到很幸福、很开心、很满足。我觉得只要有这种感觉，就是一个很美好的时刻。对，对啊，你的歌词很美耶。有人跟你求婚的当下，啊，可能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是不是觉得当下那30秒是感动、是开心？你觉得你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孩子，那可能就是那个美好的时刻。那有的时候我是在田里，就是我带着小孩嘛，因为我就骑那个电动车这样子跟着小孩子。有时候就是看到很漂亮的风景，嗯，就很美的风景，我都会觉得我怎么那么好啊，我的人生怎么那么好啊，大家那个时候在上班，我骑着我那个电动车带着小孩，然后欣赏这种美景，会觉得很舒服，然后阳光又很让人感觉到很心身体很舒服愉快这样子、嗯、对啊，那可能就是都是那一分钟两分钟几秒就闪过去这样子、嗯、对，这是一个很好的能量，你常常去累积那个很好的能量，其实是给你一个很大的就是生活上很大的力量啊，就是你会比较有勇气去面对很多的、嗯、我们一定会有挫折嘛，但是有这种美好的时刻，它会让你会觉得哎，其实不是每件事情都那么可怜嘛，或者是每件事情都那么悲伤、嗯、其实也有好的事情会一直在你的生活上面发生，然后你会比较有那个力量啊，嗯，对，以后会被鼓励往前进往前进往前走这样，嗯，就是很谢谢大家就是这么信任我，嗯，然后信任我，还我的产品都还没有出现你就先买了这些产品，然后当然就是会对我来讲是很非常大的鼓励，甚至那些都是你不认识的人、嗯、陌生人给你的那个鼓励，嗯，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方式。我们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除了美好时刻啊，美好时刻的那个歌词真的好棒哦，就是风卷起尘埃，我要用唱的了，纷扰的心散乱，越过村庄落在河岸，就是这种，对对，很田野的感觉，对，那是这就是我的，嗯，就是我的生活里面我看到的啦，嗯，我看到的，我也把它写进歌词里、嗯，对。你其实除了这一首歌之外，还有另外一首歌，我也好想要请你好好介绍一下，好，叫做《好好活下去》。对，这首歌是另外一种感觉的。对，除了自己人生里面很经典的美好时刻之外，你也写了很多其他的感受。对，好好活下去。其实《好好活下去》这首歌哈，就是我们人呐、啊，常会因为面对很多挫折，嗯，然后我只是想鼓励我自己啊，嗯，不要害怕，不要难过，我们就是携手并进吧，一起好好活下去。欸、不管什么样的打击啊，对啊，叫做不管是什么样的打击和委屈，对，不在意。但是里面有一两句，其实我看不太懂。我们请作者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哪一个？每一天灵魂一口一口被吃掉，每一天觉得 money 很重要。其实这也是我那个当时我在都市生活，你有搭过捷运吗？哦，每天都要搭。然后其实你会觉得。哎，我这样讲不好意思，万一老板有看到怎么办？就是说，你看每天搭公车，有以前有时候我搭那个捷运嘛，然后或是搭公车，
然后大家因为都是陌生人不太聊天，所以每个人都很安静的，但是也不是快乐，就是那个脸都板着，对，都板着，然后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就是这样子，然后就到站就下车。我通常搭车的时候脸都很臭，对，一副要准备跟人家吵架的。对，然后你就是看你的生活从六点到八点，其实这个时间就不是不是你的，对，其实可是人生是你的，人生就是你的，是，对，然后但是你的可是生活不是你的，这种感觉不是很奇怪吗？所以为什么我早上那个八点六点到八点他的脸都这样？我觉得就是让我的想象就是那个灵魂就是一口一口被东西吃掉，像被你的什么被你的可能被。你的上司吃掉就是为了钱嘛， money money 很重要，因为你要活下去、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要活着就要有钱嘛，不然的话你怎么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啊。但是因为你一直觉得很重要，然后你就又会就是又把你的生活灵魂啦又被吃掉我要讲的是这个啦，是好，所以我们听到这首歌心情不好，你就回头去听美好时刻，对，或者是轻快的生活，所以我这首歌不会让他觉得很悲伤啊，我就用一种 disco 的方式啊、或者是比较跳跃的方式、不要让他就是歌词已经这么很伤心了，还要用一种很伤心的曲调去诠释它，对、让他比较开心一点。好，我最近听到以利的讯息啊，是在脸书上，然后就看到你的第二张专辑你们决定用募资的方式来进行，对，我就很认真的把那个连结点开、以利高路最后就跟大家说，可是我不知道我出专辑你们有没有来支持我哎、对啊，这次其实我很大的那个疑虑啊，就是有人会说哎、你什么时候出专辑，可是我四年咯，我们等四年咯，这样对，他说哎、你什么时候出专辑，你什么时候出专辑，然后我常会觉得你真的有想要我出专辑因为我们后来也觉得那个就是卖唱片这件事情也是很困难的嘛，然后我想说你真的有期待吗或者是你还是只是你是讲讲而已因为没有话题嘛，就只好跟我讲这种话，所以集资活动募资活动的时候、我真的是把我的心里的那个疑问啊、然后跟大家讲说你真的要支持我吗，如果你要支持的话可不可以支持这个计划让我可以顺利的让它进行，这样好，对，其实我们在录影开始之前去查了一下那个募资网站，到录影这一天为止已经募到了190集，其实你刚开始募的时候两天就达标了，对不对？对，这是我觉得很意外的啊，你看看你的朋友多么值得信任，你的歌迷们多么值得信任真的我没有想要支持啊，然后我也觉得我很谢谢大家对我的，我觉得这种募资的活动是非常有趣，因为我的产品都还没有出现，对，可是你却愿意支持我让我的产品出现，表示你是相信我，对，你相信我将来生产的东西是好的，对，然后有人问我说这个募资是给你什么样，因为我以前我有像农业齁、这种直购的已经是非常普遍，在音乐上面其实是还没有嘛， 对， 对，可能会或者是有你可能是第一个哦，然后我觉得这个就像那个你直接跟农夫买东西，是我信任这位农夫，对对对，他在耕作，对，然后那很多人跟他买，他是不是可以更得到鼓励，然后他就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去对待土地，没错，然后接下来他可能也可以扩张，就是他可能本来只是种七分，那接下来就可以一甲，就是因为有很多的人想要吃他的米嘛，对，然后想希望他可以再继续用这样的方式去耕作，那这样他就会一直可以做得更好，就不用担心说哎、我下一餐我这样耕作是不是没有人买我的米，这样他就不用担心，那就是像募资这个也是啊、就是我很谢谢大家就是这么信任我、然后信任我，还我的产品都还没有出现你就先先买了这些产品，然后当然就是会对我来讲是很非常大的鼓励，然后也许其实是对创作人是非常好的一个叫什么开始啦，应该革命嘛、还是什么的， 对， 对，就是可以直接受到别人的甚至那些都是你不认识的人、陌生人给你的那个鼓励，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方式， 对， 对，不像我们以前我是听到了哪一张新的歌曲、我又决定好因为这首歌我很喜欢所以我就买它，但现在不是，对对对，现在是我只要知道以利高路要出专辑，对，你正在做我就用行动支持你，对对对，让我可以把它完成，甚至也可以继续下一张或者是继续什么样的 对、对、一些创作这样子，这是我觉得一个是新的做法嘛、新的想法，就不会说只是有像有些人他可能没有办法跟唱片公司合作，或者是他有些
比较独立的想法，他可能没有办法在公司里面跟人家一起相处，是，那他可以有一些新的，像类似这种行销，他可以实现他的梦想。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你的音乐也在实现我们的梦想。真的吗？不然等四年到底要等多久？我觉得对不起大家，我本来还想说我不要道歉。但是我最早期的想法就是比较摇摆啊，就是慢慢的这样子轻松摇摆的，所以大家是跟着你那个威哈嗨，你威哈，对对对对对对，通常都是他很期待哦，每次我唱这个大家都很期待，我终于要唱威哈，大家好威哈嗨。我们可不可以听一下你的第一张专辑的那首歌？可以可以，超好听，它非常非常的愉快。我最近每天早上就是。我发现我后来会自己开始哼着那一首歌，然后刷牙洗脸开始一整天。我觉得很多人啊，像不止很正面，不只是大人了，有些小朋友，以前我在表演的时候，那个底下的小朋友都会跟我一起唱，我觉得好开心哦。那也让我们今天在现场棚内听 好不好？那我就唱我原本最初的那个 demo 版的，轻快的生活，轻快的生活，对。Masalak tukutilal, eyo in irakutilal. Masalak tukutilal, eyo in irakutilal. Pakongko di akong iayawa.Masalak tukutilal, ayo in irakutilal. Masalak tukutilal, ayo in irakutilal. Pagkungkuti akong iayawa.我们听到你收录进专辑里面的好像跟这个版本不太一样，对不对？对对对，收录进专辑里面感觉上可以大家一起跳舞的那种，对对对对对，那种比较就是澎湃，有没有？对，就是那个里面的配器也比较多，对，然后节奏比较轻，更快，然后我这个的话就是比较，那是我最早期的想法，就是比较摇摆啊，就是慢慢的这样子轻松摇摆的，所以大家是跟着你那个威哈嗨，你威哈，对对对对对对，通常都是他很期待哦，每次我唱这个大家都很期待，我终于要唱威哈，大家好威哈嗨，终于轮到我们跟你一起唱了，真的真的，我应该要设计一个那个哈，大家一起唱，对，这首歌是阿美族语，对不对？对，这是他的歌词在讲什么呢？很简单，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想说要写给小朋友，然后可以跟我一起唱这样。
风吹着稻子啊，然后稻子不是在摇摆嘛，对，然后外就是阿公来跟我讲很早以前的故事这样，然后我里面都是一些我比较小的时候的记忆，我很喜欢的片段，比如说那个午后雷阵雨。其实午后雷阵雨，应该大家会说午后雷阵雨说好有什么有趣的？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应该天气还不错，然后下了一场午后雷阵雨，小朋友多开心啊！从那个冲出来，哇，下雨了！那是所以这是我这是小的时候的很开心的记忆啊！我是把它写进去在这个歌词里面。对，你的募资计划里面有一项是，如果支持你，然后你就给大家你们种的米。对，如果不好吃怎么办？怎么可能？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这四年来都是吃自己种的米嘛，然后我们常常自己夸赞自己的米种的好好吃哦、喔。因为我就是要分享跟你们，就是告诉你们说我们的米很好吃。嗯，万一太好吃了，大家一直要买怎么办呢、啊？我们通一般都是自己种给自己吃了，就是还没有办法扩大，对啊。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一次就可以跟大家分享说，我的米的味道是这样子，其实好像吃过的人大部分都会说非常好吃，很香，可口。那可以买 CD 也可以买米，这样就是跟把它含在那个 CD 跟米一起，对，保证好吃哦，保证好吃，真的。我这个我就很有自信耶，真的好吃好吃。你的那个募资活动啊，其实有很多人就是在抱怨很想要支持那个你们的南澳一日小旅行，可是很快他就额满了，他没有办法跟你们一起去。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们的南澳小旅行要怎么小旅行？这个小旅行我们还在规划，因为我跟朋友啊，就是因为朋友很多意见嘛，但每个人都在想一下，哎，我觉得应该要讲怎么样，所以我没有办法成型，说我一定要跟你讲，说我要，因为每个人都很想要，就是帮我的忙，就是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哪一个点很好玩，这样。基本上都还是跟着我们的生活是一起，就是我可能会去的地方，比如说我会去田里面工作，对，然后或者是去一个朋友，我们常会去那个他的餐厅里面吃饭，这样，或者是带朋友去体验一些另外的生活，反正就是在南澳，都是农耕生活，对，农耕生活，对，那。很抱歉，就是我只能就是名额有限啊，因为那可能是我比较可以负担的范围，六个人是我们可以负担的范围，我们也不要弄得很像那个大的旅行团，这种比较低调的，很像是朋友之间的，對對對對對對對，我请你来我家玩，我带你去看我的生活，这也比较属于是我们的个性啦，我们也很喜欢这种比较小小的，然后那可能我们会找个地方大家一起唱歌啊这种，哎。大家唱给我听呀、yeah! 好开心哦、喔、我应该要这样准备哈，好像可以，我吉他，我弹吉他，然后点音，每一个人会不会大家想退钱呢、欸、说我后悔了，哎、欸、我觉得这就是募资可爱的地方，哎、欸啊、就是说因为你的募资 我支持以利的音乐，可是以利也带着我一起去体验你的生活、嗯、因为我觉得有创作这件事情非常好，就是创作就是一个出口嘛，我有些、嗯难以就是用很简单的语言跟人家讲，我就用唱歌的这样子、哦、对啊，这是非常好的方式。好，谢谢以利终于出了第二张，我们好开心，谢谢，我真的很谢谢大家呢，就是没想到大家就是我们真的会好好做，大家都好支持你，你看是不是回应了你的对疑问，到底谁要来支持我，大家一起支持，真的很开心啊，真的很谢谢大家、好，谢谢以利高露，谢谢你，谢谢谢谢